老婆叫 我打今天了，所以说没有太阳光，这个个子怎么骂都不够踩的，还吃，好吃，好吃啊！这个都是肉肉，那个，这个也是。 你干哈？还等着呢，还想吃啊？嗯，这吃最后一个啊！怎么还跳上舞了呢？你上我后面跳来，你再让大家看看你。<笑>啊，上我后面让大家看看你。 吃的手舞足蹈的，这家伙，你不许吃了啊！我就剩两个了，家里有回家再吃吧。那边有个卫生间，就是那个，待会我领你出去那边去洗洗手，那太黏了。 你干啥呢？辣了。妈妈这次放的辣椒还不是很多呢。咸。就得咸点，它这个淡了就不好吃了，就得又辣，麻辣鲜香，这样才会好吃。 没有了，我还没有吃够。<笑>